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本娜娜，欢迎关注我的健康美食视频。今天是圣诞节，我们就来做点和圣诞相关的点心。今天我们就来做姜饼小人，不过我从营养学的角度改良了一下原来的配方，除了有生姜，还增加了姜黄和胡椒，所以我做的是双姜小人。制作双姜小人，简单来说一共就四步：一、调糖油姜汁；二、混合姜汁和面粉揉成团状，放冰箱冷藏半小时；三、擀成面皮，刻饼干形状；四、烤箱烘烤八分钟。这就是烤好的姜饼小人啦。其实我本人对生姜不是特别喜欢，但是对于姜饼小人我是无法抗拒的，因为太好吃了。真的很香。